你瞅瞅这个月子乱伯伯了，这么那么多寂寞吗？不是就来陪你了吗？老潘，喂，干什么的？我身上全是毛细血管，你的意思就是我就裂开了这？别赖我呀，我啥也没干啥。不行了，我这裂的血止不住，我怎么突然头疼来着？我想吐的要命了。别晕啊，我这赔钱都是血呀，快帮打120啊这！你听着，黄体破裂引起的死源性血块了。你们这医药钱一桌，你在请示，切勿过激的。